要把地上的苹果煮熟，应该怎么操作呀？放锅里苹果。盖上。然后让绿灰去煮，是吗？真棒！弟弟啊，妈妈来测测你的智商啊！你把盆里的胶带找给妈妈，胶带。再找一个弟弟的挖掘机。弟弟的挖掘机，好，再找一个弟弟的鞋子，弟弟的鞋子，好宝，再找一个你的球，你的玩具球，球呢？你的球，球呀。好棒。